今天分享一个三伏天非常适合吃的减脂餐，热量低，不长胖，而且还美味。首先准备一根玉米，玉米只需要半截就可以，把这个颗粒剥下来，剥下来的玉米粒清洗干净。玉米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，再加上淀粉含量也高，在胃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，吃完玉米饱腹感非常强。接着再准备半根胡萝卜，相比精细的米面，减脂期吃胡萝卜是有助于掉秤的，搭配玉米是非常好的主食。除了必要的碳水化合物，还含有膳食纤维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， 含量都非常丰富。接着再准备30克左右的小米，在减肥期间喝点小米粥，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消除体内多余的脂肪，从而达到瘦身减脂的目的。接着把三种食材全部放入砂锅中，加入开水，大火煮开，小火煮45分钟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盖子，把它直接盛入碗里，就可以慢慢享用，然后配上自己前几天制作的紫苏浆，完美的减脂早餐就搞定。